一开始拍其实就是好玩，然后分享嘛。那其实会把作品放在影片上，其实就是有一种个人的表演欲啦，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然后想要看看这个作品大家的反应、大家的回馈是什么。所以一开始这样的初衷，但是越拍会觉得说，其实我的作品很多人在看，那我是可以适时的帮一些可能我们一些平民的小朋友们，还是一些平民的朋友可以做一些发声，还是有些做爱台湾的举动啊，拍拍台语的教学啊，还是旅游的系列啊。所以其实这样一路拍下来，自己的感想是，它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记录，一个回忆。我常开玩笑说，就是我以后告别式的时候，可能大家去念品的时候，蔡阿嘎贵姓的念品，边都放我的一些历年的作品，这样可能可以笑嘻嘻的，对啊，就是蔡阿嘎生前可能是带欢笑给大家的一个人，那可能在故事之后，可以命令我的徒子那个阿孙啊。阿公看一下这影片，那大家可以也开心的送我走一程，所以就是一种人生记录的感觉对我而言。其实一直拍影片一直拍的话，其实我还是一直想要就是待在网络上做拍影片这样的经营就好了。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做社工社会福利这一块的政治的工作，那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把我的本业跟我的副业经营部落格拍影片这一块做一个结合，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帮一些社福团体发声？就现在其实很多资源分配的其实很多都是在社福界工作久就知道，其实很多资源都是让一些比较大型的机构、比较能见度比较高的机构，就被他们拿在手里。那其实很多很用心在提供服务的社福单位啊，其实它资源很少。那如果我可以利用我网络的一些力量，然后拍影片，然后来帮他们做行销，那一方面整合资源哈，也帮可以跟企业合作啊，然后拿一些资源给社福，然后做这样的结合，是我未来想要规划要走的一个方向。那这样也不会背离说啊，我离开，我也不会离开社福界，也可以帮我们的社福单位做一点事情，那我也可以继续很快乐，然后继续拍片，然后分享这些影片给各位网友，吃螺丝啊，这个是机会啊，就是对，就是可以继续的持续在网络界，然后拍影片跟你很多朋友这样分享，就是我未来想规划想做的事，那是比较开心的事情。